喜来登白虾含漂白剂，达标四倍遭罚。台北市喜来登大饭店被卫生局抓包，白虾含有的漂白剂二氧化硫居然超标四倍，续蟹含有的重金属镉也超出标准14%，网友都忍不住吐槽：重罚家庭业，业者才会怕啦！最主要还是环境的污染，才导致海鲜有镉的超标。如果民众非长期曝到镉，引起镉中毒化，它有可能会导致会伤肾。专家也提醒，二氧化硫则会诱发气喘发作、皮肤过敏或是肠胃不适。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下架，还有罚款，之后会复抽检验。